正版的就是这里就是补起来，不会有这个洞洞，就是三条线画在这里。那、中间的培林是不是很小洞？长大那个，而且正版的那么小。而且那个，而且是不是它的那个中间那个珠珠很小，很小，非常小。你转。那宝是正版的，那个宝是正版的。那一个蛮贵的，那个一个600多块。是别人送的。别人送你的？哦，你要喝文。这边呢？这里。这我歪掉啊！